再来关注的是，才刚刚结束的华人工商大展上，美国加州高级管理学院让道场民众感受到高品质教育对未来职业道路的重要性。美国加州高级管理学院介绍，学院一直致力于将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学生群体打造成为各行各业卓越高级管理者和优秀的企业家。 美国加州高级管理学院独创了一个将实践跟理论紧密结合的新型教育模式，并将12个专业的商业管理咨询项目融入到 MBA 教学当中。在每一门课学习中，学生们必须走出课堂，亲身到企业考察走访和解决商业运营中的问题。该学院介绍。 学院的每一位教师都经过严格审核以及筛选，而且他们都在各自领域有丰富的授课经验。美国工商管理学院 CIAM 是成立为一个 hands-on experience 为主的学校，然后实体操纵，学生可以跟小公司一起联络，然后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是实体不考试，然后用。报告啊，作业为主这样子。我们现在招生的国际学生是我们主要对象，然后当地学生也是，但是主要联络方式可以到 CIAM.edu 去联络一下。